我希望我的爸爸是一个恶魔。对不起，我希望我的爸爸是一个英雄，超人、蝙蝠侠，什么都成。所有的事情都要从那一晚开始。先生啊，你能不能小一点声啊？先做一下介绍，这个人叫羊头，为什么叫羊头而不叫牛头马头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好人，欺负弱小，无恶不作，人人都好像不敢惹他。这个就是我爸，不对，这个才是，他叫张志国，今年44岁。爸爸以前是唱戏的，唱什么不知道，各种各样吧，后来不干了。现在嘛，这样了。那天是我爸爸晚上下班回家，谁知刚路过这里，于是故事开始了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把音乐关了。就是我，不要被我的样子迷惑，其实我是外表流氓，内心装逼。呀，这个是我妈，她有个爱好，就是喜欢把厂里的东西往家里搬，说是厂里不发工资的补偿。哎，看看我们家里这么多招财猫，我一直觉得其实厂里待她不好。我把仙门羊头打了。我靠！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由此，羊头变成了我爸的噩梦。Thank you.
瞧，这身衣服还是蛮适合我爸的吧？只是我更希望他可以穿着它干其他事，比如伸张正义、维护和平，而不是现在这个样，发打折广告。晚上几个姐妹请吃饭，哎，你也收拾收拾，马上走啊！天哪，小姐妹，我最讨厌和我妈这些小姐妹一起吃饭了，每一次都狂尴尬。看，她们聊得多开心，根本不管我们。我和爸爸没有一次可以插得上话的。对面那位呢？我不知道她还可以坚持笑多久。都这样啊，你说生活就这样过吧，你说是不？这家伙，哎，我问你，你说你以后喜欢男孩喜欢女孩？其实我真没想过这事儿，因为我想这男孩女孩吧，自己孩子都喜欢着，你说是吧？那不是就是，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？没想过，估计再过一两年吧。哎，羊串羊串新疆羊串啊，来来来，特别的香啊，吃一串香羊串，哎，先生来一串吧。哎呀，你不吃会后悔的呀！哎，这什么头发？这男孩女孩？你不来串？每次回来以后，妈妈总是特别兴奋。哎，奇怪了。钥匙在我爸手里，他是怎么开的门呢？又怎么了？我梦见杨头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随便从咱们家挑个关二爷，给那杨头送去，跟他道个歉，就完了。不就你打了他吗？至于吗？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给你来段戏吧。天上丢下孤零妹妹，上丢下孤零妹妹。我爸最喜欢给人唱这个了，逮着机会就发挥，而且一唱就没完没了。小母娘，都散了。你昨晚又做梦了，大叫羊头，还把我一脚踢下床。我不管你到底跟他怎么了，反正现在一没死人，二他没找上来，这个你就给他送去，
有什么事情说清楚就完了。你糊涂可不要紧，我可不跟你受这个罪。你现在装死好了，晚上要是再说胡话，睡地板去。其实我也经常想，在我爸平凡的外表下，不只是那样子的。之后的夜里，东西送了吗？他怎么说的？没怎么说。你到底送了没有啊？送了，送了。那他到底怎么说的？当然，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就结束的。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他又偷偷起来一个人去了五金店，只是那天晚上确实又有大事件发生了。请问杨头在家吗？你饿了？你说什么呀？我的小羊羔说它饿了，你们快给弄点草。这明明是狗吧，哪里是羊？草，咪，草呢？草，咪。
他接下来的事情你想都想不到啊，我爸他居然发飙了。不会，现在再不急这戏就没法演了。地方太黑又太小，咱们上外面去。后来爸爸才告诉我的，其实那天晚上他根本没有打羊头，他只是被羊头打，可是他却又真的把关二爷送到了五金店，然而他却没有打他呀。于是爸爸想去把他拿回来，趁那里羊头还没有回来。还是其实他根本就没去过五金店，关二爷也没有送，那只不过是他的又一套说辞。Anyway， 关二爷是又回来了，爸爸也不再困于羊头的梦魇，而关于那三个歹徒的事情，这又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老实说，我们爷俩吹牛的水平真正是一脉相传呐。这写的什么东西啊？胡说八道！咋子滚，你给我滚出来。我说小兄弟啊，所谓何事啊，是如此大动干戈，不如你给我钱，我给你弄点药去啊。好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张子国，你给我滚出来，前天晚上是不是你打的我？ I'm here。 张子国，且慢，等我一下，就一下下。
既然你觉得我打扰了你，那么这样吧，这两把刀你我一人一把，看到你满意为止，我一定奉陪，如何？不如壮日，就让小弟我给大家唱段戏吧。哎，这拍的什么东西？我姓林。